我等你们的好消息。公主再见。我们去找小神女，她什么都知道，她一定可以帮助你们找到恶魔树的。请跟着我，往这边走。好。塔纳天生有不可思议的神力，能够预知未来。以前就是他遇见了草原的大火，才使蒙古族逃脱厄运。所以人们在清河源头为他修建了神帐，把他作为神女来尊敬的。小神女塔纳肯定很漂亮啊！啊！啊！哎呀，清河的源头！怎么干涸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清河是蒙古族赖以生存的河流，不应该这样啊！小神女塔纳在哪儿？您不庇护这片水草了吗？您答应我一声啊！小神女，小神女，小神女！啊，我知道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那儿有一棵好大的树。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棵树，肯定有问题。你们猜的没错，我是在黑暗魔法滋养下生长的恶魔树。你这可恶的恶魔树！哎呦，你还跟我较上劲儿了！别废话，你说塔纳在哪里？可恶，你一个小小的人类能把我怎么样？把塔纳怎么样了？不许伤害他！我正在吸取他的血液，血液一干他就会死。啊，我跟你拼了！是他抢了我们的魔盒，放了小神女。如果不想让小神女塔纳有事，用魔术书来换。我从不出卖朋友，要去你自己去。我去，那你们就等着给小神女塔纳办后事吧。你到底去不去？你说话可得算数，还不放了我啊！啊！八徒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对了，给你魔术书。啊，魔术书为了救小神女塔纳。嘿，巴图，你可一定要想好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魔术书我拿到了，你快把小神女给放了。那好，魔术书给我，你快放了小神女。先把魔术书交给我，你快拿来吧。乐乐熊，没有了魔术书，没有魔盒，你还能做什么？快把小神女放了！书和魔盒都到手了，小神女也没用了。现在该把小神女还我了吧？嘿嘿，她已经快死了，别想再收集歌声了。小神女，这魔术书怎么用啊？怎么打不开？你上当了，那本是假的。激励激励，魔术一百遍。嗨，爬树大王匆匆出场。呀，小篮子社摘下满满一兜子的果果。再见了，彩虹山丘，快乐一天的时光。我家比张妈妈的大，还是家的感觉真好。再见了，彩虹山丘，快乐一天的时光。我又攒下妈妈一罐的糖和爱我的人分享。在这大地上就会有无数的养料和能量，你们越对付我，这片草地就越枯萎。不用害怕，小神女，你快唱歌吧。无尽的星空
放着美丽的光芒，皎洁的月光洒落在毡房啊毡房啊毡房，熊熊的篝火失败了，公主，我们是第一哟，太好了。